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之夫菲利普亲王四月九日辞世，享其寿九九岁。英国王室周六在温莎堡举行爱丁堡公爵王夫菲利普亲王的丧礼，送别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相依近三年的王夫。因为英国仍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，丧礼只有少数王室成员及亲属出席，灵柩覆盖他的个人旗帜，并放上花环、海军礼帽与礼剑。灵柩由温莎堡内厅移往圣乔治教堂，由王室成员护送。最前头为王族查尔斯以及安妮公主、安德鲁王子与爱德华王子，而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则走在第三排，中间隔着安妮公主的长子菲利普斯。女王则是乘坐专车抵达教堂。英国时间下午三点，英国全国默哀一分钟。在仪式中，由温莎教长发言，感谢菲利普亲王对女王的忠诚，对国家与人民的服务。女王曾形容菲利普亲王是她数十年来的力量与支柱，两人婚姻生活长达73年，是英国史上任期最长的王夫，也是年纪最长的君主伴侣。两人更是英国王室第一对庆祝铂金婚的夫妇。经过73年婚姻，女王一人独坐，令英国网友纷纷说心碎。仪式依照菲利普亲王生前心愿，简单隆重，历时50分钟结束。灵柩会安坐在圣乔治教堂的王家墓室。此外，各界也关注出席祖父丧礼的哈利王子与哥哥威廉王子的互动情况。在丧礼结束后，曾一度不愿交谈的兄弟终于破冰。根据肢体语言专家分析，走出教堂后，哈利相当自然地追上威廉与凯特王妃，站在他们中间，与他们并肩而行，并互相交谈。随后嫂嫂凯特王妃放慢脚步，让两兄弟单独边走边谈。专家分析，这似乎不是刻意设计让媒体拍摄，而是两兄弟真心团结的一刻。国际中心综合外电报道。